题思考。时钟敲三下用了六秒，现在要你球用敲八下用了几秒，你们算出来的是十六秒，非常棒啊，十六，来敲三下用六秒，看老师敲一下两下三下，敲三下实际上只有几个间隔，两个，三减一只有两个间隔，你想一下两个间隔我花了六秒，那么每个间隔是多少秒？三秒，这就是六除以二得到八秒，每个间隔是三秒，现在敲八下，八下几个间隔？一个，一个，太棒了，八减一个间隔，一个间隔三秒，那么一共有七个间隔，所以就是乘三，是的，得到